现场不有医生吗？把医生叫过来。他都没受伤，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事情。从手术来的时候还要肿着。都有人做实力派了，当然有伤痕。有伤痕的男人。希望大家能够走进电影院。看到一个不一样的张宝敏，看到一部不一样的中国电影。林视频 APP 等你下载。